娄俊硕结婚为前提交往焦凡凡赶进度二个月见家长。娄俊硕推出新专辑 Boarding， 九日举办记者会，好友凯乐带来特制手摇影站台。娄俊硕透露两人自小就认识，更拿出儿时的合照大呼：我三岁就认识未来的蝴蝶姐姐了。娄俊硕与网红焦凡凡低调交往三年，上月恋情曝光，娄俊硕笑说公开之后倒是粉丝人数飙升，让我蛮意外，多了2000-3000追踪数，很谢谢大家。娄俊硕和焦凡凡同天生日，他说两人真的很合，个性很像，大赞对方是个有趣的人，很幽默，在家喜欢搞怪，常逼我跟他一起角色扮演，我越来越没包袱，被他同化的感觉，生活很有趣，有聊不完的话题。早在交往二个月左右就已带他见过家长，家人对女友也非常满意。自曝和焦凡凡是以结婚为前提在交往，我跟他在一起是以结婚为前提，相处三年下来一切蛮舒服开心，结婚这件事顺其自然。但也搞笑补充，现在钱都砸在专辑制作，苦哈哈的没钱结婚，要等收入稳定有积蓄才会考虑结婚。娄俊硕将在7月31日于大直举办个人售票演唱会，于4月11日开始售票，详情请上娄俊硕脸书 IG 官网查询。